就凭你们这些老狐狸，也想拉住本座的大阵？上官路，好了没有？我等快挡不住了！再等等，还剩最后几个阵旗。 让我来！前臣，你做什么？快把阵旗还给上官阁主！本座就说此子不是什么好人，此人定是勾结了血魔教。小子，阵旗还我！ 阵竟然完成了，这不可能！此子居然在最后关头。 随手间就布置了7级王阵，这布置一个7级阵法而已，浪费了这么多时间，还有脸说？上官阁主，接下来怎么办？此隔绝阵法最多坚持半个时辰，我们必须尽快找出那血魔教强者，并将其击杀，才有一线生机。此人诡异莫测，如今我等又被困阵法，想要找出对方太难了。 看来几位很有自知之明嘛！真没想到你们这群家伙居然能在本座的大阵之中布下这么一个阵法，可惜呀，依旧只能被本座慢慢磨死。不知你们又能坚持多少时间呢？骷髅舵主，你小子认识我？当初在古南都，血鹰长老脑海中的灭魂印便是你所留。 原来是你小子，这么说来，本座派出去的天魔长老也是被你所杀了。好诡异的灵魂气息！正是本少。<笑>想不到阁下在短短时间竟成长到了这种地步，本座突然有了个好主意。诸位不是想见本座吗？ 只要你们将那小子斩杀，本座便主动现身。如何？只要死他一个便可见到本座。诸位运气好，说不定就能杀死本座，逃出此地。这个主意不错吧？<笑>诸位，此人这么说就是想让我等自相残杀，千万不可落入陷阱。若他所言是真的呢？诸位，如今我们只剩半个时辰时间。 可若是那骷髅舵主能够出现，我等说不定就有机会离开。这绝对是个极佳的机会。丁千秋，你觉得对方会言而有信吗？不管此人所言算不算话，这都是唯一的办法。你们刚才若非陈少布置下隔绝大阵，恐怕诸位中不少人都已陨落。你们还有没有良心？哼，此人布置大阵可不是为了我们，也是为了他自己吧。 你们，诸位怎么说？好了，此举分明是那骷髅舵主的诡计，大家都看不出来吗？的确，且不说秦尘死后那骷髅舵主会不会出现，一旦秦尘陨落，我等的联盟便会瞬间崩溃。谁能保证那骷髅舵主不会提出更多的要求，让我们杀死更多的人？届时，我等只能一步步陷入他的陷阱之中。不错。 更何况，这隔绝大阵乃秦少侠所布，一旦我等出手，情急之下，他将大阵毁去。诸位可曾考虑过后果？
这。